事儿啊，你往那儿一站。你这上来就喊喊我，你有没有礼貌，小孩？我不说有事儿有事儿的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没人要啊，陈妈王？你瞅瞅你长得那皱皱巴巴，好像多少人踢过老皮球子。你瞅瞅你像智力健全那样，门外进来人你都不知道。你有病啊！我就打个比方，都嫌你笨，不信问他们去。过来配个知道了，别磨叽了。最近没更新的原因是我们又搬家了。不一样的是，这次我们搬的是自己的家。和大家解释一下，最近真的是因为忙着装修，一直没有时间更新，真的很抱歉。算算我来成都5-6年了，来的第一年养的比方，那时候他还不是你的陈比方。我和比方这几年搬家差不多6次吧，每次几乎都是我俩。在2020年的时候，比方渐渐进入了大家的视野，当然还有一个可爱的痴臣，我本人。然后呢，家里的成员就慢慢的变多了，有老黄牛陈八方，你啥态度往那一甩，你指谁跟你玩呢？还有现在的小布房，你小命真好，来就有家住。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，应该说谢谢我的儿子们，有你们这个家才会这么温暖。你跑